你去哪了呀？你不说，过两天我就回去了，没事儿。你别没事儿啊！你去哪了也不知道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全家人都在为你担心呢。哎呀，没有事儿啊。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哈，你不用上火，也不用生气，无所谓的。男子汉大丈夫要挺起腰板，硬朗一点。是你的跑不了，不是你的求不来，不是咱的咱也不要，是不是？好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哈，那从头再来呗。你别好好的，你到底去哪儿了呀你？我就是在家待着，有点心烦，然后就是想出来走走看看，溜达溜达。你俩谈个对象啊，可把孩子害惨了，又哭又闹，哎，我给他录视频了，你看看吧。等一会儿我发给你，什么视而频？且他给你准备礼物了，这个那个了，哎呀，我天，就看着孩子这样，我这心里边也不好受啊，哎呀，我天，你赶紧回来吧哈，有什么事儿当面解决，是不是？行，咱就说清楚该怎么地怎么地，好，没什么大不了的啊。行，啊，兄弟，你画完画啦？哎呦我天！啊哈哈，去，你现在去洗手，洗手，马上吃饭了啊！赶快吃饭吧，是不是饿好了？啊，快吃吧，吃吧，好，别做了，够吃了哈。夏哥今天为什么没来？邱大哥今天有事儿就不来了。夏哥都和你妈分手了，你还不知道还问？肯定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妈妈喜欢小雅哥哥，小雅哥哥也喜欢我妈妈，他俩不可能分手。对呀，不能分手。哼哼，我以前也是对的，真的没有人骗你，现在哥以后都不会来你家了。你妈是真的吗？哎呀，大人的事小孩别管了，你也别管了，你就好好学习就行了哈。今天还是先，就是今天是父亲节呢，我还给现在哥哥准备礼物了呢。哎，你还给他准备礼物？你给他准备什么礼物？自己画的，我看，假父亲节，我的愿望，我想要妈妈、小贾哥哥和我妈妈结婚。结婚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，我也希望这个愿望是真的，能成真的。快吃饭吧！不吃我不吃了。你咋不吃了？肚子不饿。你怎么不饿呀？上一下午课又不饿啊？夏哥哥没来，你怎么不饿啊？快吃饭！夏哥哥不来，我就不吃。哎呀，别耍小孩脾气哈！你不吃饭，不好好吃饭，小贾哥哥知道了，他也得伤心的。姨妈，夏哥哥和我妈妈是真的分手了吗？哎呀，大人的事儿，小孩别问了，也别管了，我肚子不饿。不饿也得吃。上课上了一下午课，不累吗？得吃饭。干嘛呢？咋不吃饭呢？快点过去吃点饭去。不饿，小贾哥哥不来，他不吃饭。小小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，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？漂亮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，却找不到别人倾诉？